係 Fish 廖子瑜，我啱啱攞咗第40届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。我想我起碼都要興奮翻一個月，好開心，真係好開心。點樣慶祝啊？可能請公司同事去船 P 好唔好啊？同埋我好想快啲打個電話俾我屋企人咯。係啊，我諗頭先佢哋喺電視嗰度有見到噶啦。因為我爸爸在印尼做嘢，媽咪同埋兩個妹在馬來西亞住，咁我就在香港。咁我哋一家人長時間咧就係分隔三個地方。我爸爸就有同我講，佢 book 咗間 VVIP 房，同佢啲同事一起睇金像獎咯，即係喺印尼。哇！我諗佢哋應該喊到黐咗線，好似我一樣咯。頭先好緊張，我緊張到昨晚係完全瞓唔到。我以為我自己係可以平常心，但係今屆係緊張過我之前入圍咯。妈咪，妈咪，谢谢你们，然后这样子咯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OK， 唔系我讲国语，马来西亚口音嘅国语，系啊，普通话嚟嘅。普通話，多謝我話，多謝你哋。阿 Winnie 啊，嚟緊咧，廖子瑜會唔會加片酬啊？係咯，希望繼續揾廖子瑜做嘢啦。我特別真係好想多謝香港呢個地方，俾我呢個咩都唔識嘅人嚟香港學習，同你哋一齊工作。係咯，好似我頭先講，多謝你哋侵埋我玩，多謝香港電影咯。可唔可以開一套武俠片，跟住揾我做啊？好想做武俠片，好想做古裝，好想未必古裝啊，武俠都可以現代嘅，可能好似東方三俠啊，又或者一啲好有型嘅角色，其實咩都好想做咯。揾廖子瑜啦。Thank you， 係恭喜曬 Fish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